我食早餐诶，早，系啊，早。啊，是要坐到位？啊？你要坐迄位哦？哦，迄位走啊。这嘛是刚好好啊。我是无差啦。哦，这有影风较跑去哦，有影，嗯。大前面哦，我意化，嘿，意是教育的意，啊，虾米不歹嘞，虾米不歹嘞。
这样子啊，就不够白啦，啊，唔知写啥呢，人拢看无啦。签家己的名，大家拢看无，伫咧签啥？玉凤。嗯。教育的育。外姓的。嗯，都唔是咧，刚刚唔知啊呢。教皇帝的玉。那是外姓的吼，安尼有可能。贵姓人真少啦，真少会会用这拢嘛弱啦吼。因为拢咱贵姓人大部分拢是伊，拢福建遐来，嗯，拢福建遐来，我着广广东广东遐个。因为伊讲较伊就像咧边疆遐个，靠这个奇奇怪这个事。好，来，我来帮你。我做嘛位啊？后面往下吧。好。啊？也没被上。对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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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做嘛哦？要面多会怎样？好，啊，我下次再加一点我糖的，谢谢。清淡呀。好啊好啊。你说，我看这些，今天怎么过来找你啊？我那吼，一到位，伊就出现在了面面头前，有够厉害，啊，拢无看到伊，啊，伊就叫伊不到位，我就直接。嘿，是拢安怎，奈目睭较尖啊哩。你是他的？无，伊个大家拢安尼。阿弥陀佛，谢谢。谢谢。欢迎光临，四位。好。谢谢你哦。阿拐姐谢啊。白酒哈，谢谢。啊，而且哈，无讲话哈，刚刚就放屁了，他就烤臭就臭。谢谢，恁不得辛苦诶。啊，你个快大礼拜啦，等几年啊？哦，你先生哈，啊，兄弟，要三双双，三个都是。哈哈哈哈哈，你个注意哦。无啦，现在你讲钱多呀。哦，无个注意，再大哥过去，你阿公，我就那个注意。我们是每天都是这样，虽然我的衣服是很少换，因为我还没穿。谢谢光临。你个无嘞，你个无老嘞，无迄个不体操，你刮痧嘞？我是刮痧，我唔是洗面膏啊。哎，头都蛮刮不潮啊。红烧的榨菜肉丝，要拌一拌哦，小心烫。对啊，给你钱了哈，肠胃嘛哈，对，马上好。关键像那个交易员，你咧讲，因家有钱，我爱相信。无，伊家己本身的问题啊。对啦，对，提供，谢谢你啊。投资台就不会有问题。啊，你双规已经立功了，这个可能身体不。你们是几位？四位。五位，他是五位。讲一点钟，就一个安眠药。一点钟就一个安眠药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先五位可能挤不在。哎，叫我一位哦。从七桌过来。没关系。好，等一下啊。这边三位啊，这边三位可以吗？哎，张老来。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对，这边照一照先。哎，老师。Thank you.
来，你们几位？三位要等一下，你一位。我这边。牛肚啊，吃牛杂吧。阿妹，你记得我不跟你吃一样的吗？半杂，烧牛肉面半杂。吃一样，跟你吃一样。伊讲吼，内副官法师嘛不爱吃伊啊。伊让我去问代志啊，问个白副官法师嘛不爱甲伊呐。我白问啊。你明天会来吗？明天会来吗？啊？要开会。那我会等你吃饭啊。如果没有你就先走。嗯？看不到你就走。好。改天下雨，不可能就不会。好啊，好。刚刚是在哪边？刚刚在里边，另外一里边，跟那个西门路。哦。啊，不会管理，不会管理。饮料。不是啦，便当那便利路。哦。哎，没讲结束。啊。你没讲结束起来。我没反正。不会，我不会便利。嗯。啊，不然，不然再叫。嗯。那不要当那个叫。
我看是，迄拢是烤箱烤的迄款。微波炉无？微波呀。要一间安那嘞？叫我出去讲话，哈、嗯啊。我讲才袂使讲话，伊讲叫讲无嘞，我咱来去西边讲话。哈、啊，我家己去西边，去个去教会尔，安那你知无？哎、欸，我忘记吃药，我要再回去吃药。安尼嘞，阿妹是做个食药诶。外面三位叫他进来，一百二。你两百个干米，你唔敢来干米？不加啦。在那边，简小姐是不是？红烧干豆半部的，干豆半部红烧，切到半一半啊。不用，那不用，不拿筷子不用，要干半部吗？红烧牛肉面，来，两根面的，蒸面的了哈，我来，拿给你。这里要加面，这里要加面。好，要加一碗还棒，三分之一，加四分之一就好了。好，不好意思啊。反正就冷了对啊，还搁一直落雨，门门啊雨，门门啊雨。毛毛雨。嘿，啊，
出太阳嘛，赶快毛毛赢。好晒哦。那我挺好晒。你豆豆吃无？叫你卖看，来卖金条，卖金条知无？一定礼拜那时候去选举，一定礼拜那时候去选举。有问题吗？我无在讲话。哦，我无会甲我讲去选举，讲伊等无我。我无在讲话，伊也未以为你找我呢。我知。因为你会甲教戏啊？点解你有甲教戏啊？你阿公爱带人走向啊，加路有无？哎，拍一直加去安尼啊，有无？我看了一堆钱，因为我那一次就看他一定加一蛋包链。慢慢练，过 Q 过强，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说啊，这个人怪怪。安怎讲？那第一啊，无去洗洗，啊，第二啊，都是得病。安尼你听，无讲有病无病，你讲叫去洗伊嘛，歹洗。我叫伊讲地下厨房嘛，地下厨房去抢滚水烫一下有无？是咩呀呢？厨房伊家己烫过嘛？啊，糖粿搁食嘛，对吧？啊，伊嘛无啊。有啊，滚水冲一下啊，好啊，对吧？啊，伊无啊。我记讲第洗洗啊。啊，伊都骨折就入去啊。我踹掉呢。我那个印象吧，就一直在。啊，哎，为什么你会这个印象？是这样的印象是怎么样？一个很清高的人，很有智慧的人，很有品的人。一定会有步骤的，这样。这步骤就是讲，啊，你也受气，啊，迄当阵你气，你气我呗。你气我讲，啊，要叫客家去吃。不是啊，我哎不，我是怀疑什么？你跟他，你跟他讲，我要供养他，或者怎么样？哦，你跟他。我形容啊，讲，我是讲你介，伊就二胡啦，我想。我讲你。我是讲，哇！你唔在盖什么那个盐，结结只深嘛？安尼你听。系啊，因为伊在学会啊，无饭好食，咱来个供养伊啊。无讲无讲，佮他可怜安尼。啊变长期供养呢？变长期啊，变长期的呢？咱然后小吃嘛，一盖两盖尔，是唔啷安尼？啊，大礼拜就叫我吃伊啊。啊，无请伊嘛，伊也咪来找我啊。讲，你秀珠，你今天要不要请客？我来讲我为什么要请客啊？请客那天每次请客的。哎呀，不然你给我100块。安尼啊，安尼硬套的啊。我就刚刚讲安尼真奇怪啊。安尼也无好诶。哈，我就讲我做无够咩？我讲我做无够钱啊！哎，讲安尼50块嘛好啊！我就讲安尼，你就讲去食你本的啊？去食你本唔是安尼吗？安尼就唔是啊！安这样就不是什么供养不供养啊！我就甲切起来啊！你又唔拿去睇你啊？有啦，刚刚我切我啦，我不会在意啦。伊身躯是足臭的哦，我若闻到伊身躯的臭吼，我会吐出来，你知无？恁查囡仔人啊，不敢家己身躯臭到安尼，啊，看着水水啊，
有反面来讲，正面是这样，反面我嘛就可怜。嗯，嘛真可怜啦。啊，是讲，一定有毛病。是讲，刚刚伊嘛安尼安尼，加在伊个活化有啊吼，无按白位去对啊，是咪安尼？对不对？嘛算叫善根的啦，对吧？那真是嘛是有修造，我都家己在个活化，对吧？俺唔甲你讲，伊规工拢免，伊就伫咧食就好啊。伊咪安尼甲你讲，你拢免做事，伊就伫咧食就好啊。伊啊，我讲，家里边柜台咧欠人，伊个不爱呢，个拢唔做事啊，啊，等于厝嘛不爱做事啊。你不在吃人吗？这样够了吗？吃完了。谢谢。谢谢。还行，你这么吃吗？你还要补啊？没有，就直接休息了。对。来下载其他的来。谢谢。谢谢。Thank you.